小黑，你啥时候过来的啊？哎呦，趴到这里来睡觉了，每天会过来找我来。饿了没有？来握个手，你这大手哦。白兔，哇塞，玩的可开心了，回来。回来，呜，小不要嘞！小白兔，饿了没有？等一下给你吃大米饭哦。啊！不能打架！打架干什么？今天保镖干大碗，小白兔非抢着吃小碗，分分钟干了他要去抢保镖的了。哎呀，吃吧。哎，现在他很守规矩了，他吃完他不会抢保镖的。我的天哪，哎，你要只干锅里的行吗？你只干锅里的小白兔，你能干多少干多少吧，我也管不了你了，爱咋吃咋吃吧，吃饱为止哦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下喂你哦。可怜的小黑，乖乖的趴着你，等一下我喂你啊，放心吧，赶紧吃吧，你看他这个鼻子还是受伤的。哎呦，这流浪狗太可怜了，真的，他这个是毛厚啊，其实身上挺瘦了，喜欢吃就好。哎呀，能在这里喂你一天就喂一天吧，我也没办法。吃吧小黑，好吃吧大米饭啊。改天自己来这里找我，知道吗？每天保证你有大米饭吃，吃肥肥胖胖的。小黑现在被我喂了，会来找我了啊、哦！现在胖了不少，真的。哎呦，吃吧。这个腿受伤了，特别可怜啊！我每天都多给他搞一点，因为他去外面找食物没那么容易，有时候找到一点嘛。被腿脚好的给他抢走了。这个是藏獒，他特别凶，我真的不敢靠近他。他吃东西的时候，这些狗都不敢靠近他，真的。看，可凶了。哎，让他吃饱吧。今天没有看见小黄狗来啊，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哎呀，小黑狗吧，被我喂了，他会来这里找我了。小黄狗还不行啊，那家伙还是到处跑。我现在吧，也不敢去找他了。因为我在车里没有多少油了，有时候去山里找，来回就好几十公里，真的没那么容易。哎，我就只能等他吧，看他晚上来不来。因为我给他留了一些米饭，晚上来的话再喂他吧，不来吧我也没办法，真的。太阳都快落山了，看见小黄来了，哎呀，还好我给他留了点米饭，赶紧给他吃吧。小黄，你去哪了啊？为什么天黑了才回来？吃吧。你俩就别吃了，你俩吃过了啊，吃吧小黄。哎，怎么打起来了？喂喂喂，别打架，你俩别打架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别打架啊！别打架！我的天，这我也不敢拉呀，这。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哇，太凶了，这往死了咬是不是？别打架！让你俩别打架！
我也管不了，这一点招没有。小黄，劝一下家。完了，他们打起来了！别打架！哇塞，他们打起架了，真的太吓人了，我都不敢劝啊，把另外一个彻底咬伤了，那个血一直流，哎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哦，刚才打架的那两个是另外的两个，不是小黄跟小黑啊。哎，那两个家伙真的太凶了，我都不敢劝啊，我找了半天，找到一根棍才把他们打开啊，所以说啊，太难了，真的。我已经坚持在这里喂了31天了，但是这个小黄狗跟小黑狗都不会对我摇尾巴，挺让我伤心的。但是也许这种狗吧，它天生就不会摇尾巴，特别这个小黄狗，我现在要摸它都很难摸的。小黑狗吧，就是稍微乖一点点，但是用绳去套它，它还是特别怕。哎呀，真的，万万没想到我在这想救小黄出去，真的太难了。前段时间我在这里发烧感冒没有放弃，现在有疫情，买的捕狗工具也发不过来，真的太难了。刚才看见那两个流浪狗打架，哎呀，特别凶啊！我就担心一个问题是啥？小黄跟小黑，假如我把他俩救出去，万一他也是那种野性改不了，你说咬到别人，那怎么搞？那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！所以说我现在，哎，也不知道怎么办，真的太难了。刚才打架的那两个，有一个是最讨厌的，他特别凶啊，会咬人，而且吧，我的保镖跟摆渡差点被他咬了，有一天被他追了，哇塞，尿都吓出来，所以说我看他特别讨厌，但是我都已经喂了他了，啊，心里想不喂他吧，又可怜他，但是他真的太凶了。